从武汉爆发的中共病毒特性奇怪，无症状者也有感染力，而初期看似主要攻击人类的下呼吸道，而最近多国与台湾都有人出现了新症状，嗅觉味觉丧失，常发生在看来没有典型症状的感染者。他可能躲在这个嗅觉的位置，可能跑到我们鼻音上面来，所以产生听力的问题、嗅觉的问题，所以这个病毒好像跑到我们神经里面去。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 SARS 嘛，是哈，除了从各种文献啊跟同僚的讨论，其实也在苦思啊，好怎么样来啊对付这个难产的病毒。医师黄炳文质疑，中共病毒很可能经过人为加工改造，而要对付难缠的中共病毒，公卫学者张武修表示，需要再多些时间深入研究，希望台湾能够帮世界找到些答案。例如中央研究院多位重要的免疫学家，包括吴延华、谢世良、赖明照等人，最近就指出各种抗体研究除了 IgM、IgG 还有些 IgA 也要留意。很少像这样子哈，那个病毒，这个病毒有点会逃窜，你去挡哪里，它就跑到别的地方去。你看，所以一般来讲会比较局限一些器官，可是它竟然不同的地方都会跑，包括从生殖系统，包括这个怀孕的等等，都好像出现，包括尿液、粪便都有了。所以这个病毒啊，很难搞。中共病毒特性罕见，加上国际许多对病毒来源的质疑，以及中共武汉 P4 研究所石正丽等人几年前做的混合病毒基因工程，共军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威领衔研发疫苗等等，加总起来，让张武修教授联想怀疑，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拿中国的人命做人体试验？一系列在做一个生化的武器的战争的规划。差不多一个月前，我讲说中共在做一个人体的试验呢，他想说我早点感染，我会早点恢复，反正中国很多人嘛，死一些人，他也关了很多人，无所谓，所以呢，他会先恢复过来，接着就是他来打击其他的国家，卖他的试剂，来卖一些这个抗体疫苗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慧模、张东旭，台湾台北报道。